人穷不走金，你不知道吗？哪里的回哪里去。你干嘛？大哥，你的钱掉了。拿来吧，还我的钱掉了。你啊你。姐，姐等一下。我这里啊还有200块钱，你拿着，打个车回去吧。爹，你姐她人呢？我姐啊，她走了。哥，她可是我亲姐姐，你亲妹妹啊，她这十几年在外面打拼，真的不容易啊。我们不能看她现在落魄了，就落井下石啊。爹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忘了，当初咱们家穷得揭不开锅，是你姐辍学打工，供咱俩上的学。姐弟情，一世情，咱们千万不能让穷不走亲成为现实呀。现在咱们家条件好了，拆迁分了3套房子，我准备把这一套拿来送给你姐。走。喂，王秘书啊，我那两兄弟啊没有经过我的考验，对，终止他们的一切合作。姐，姐等一下。姐，你要有困难就直接跟我说嘛。咱们家拆迁啊分了3套房子，这个房子跟钱给你。姐，你10万8千也来一趟，肚子一定饿了吧？我给你带了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牛奶燕麦粥，来你尝尝。这牛奶燕麦酥吃起来香甜酥脆，入口即化，满口的奶味和燕麦香，味道真不错，一定很贵吧？不贵的姐，这牛奶燕麦酥啊，1箱包你50个，可搭配牛奶、酸奶、水果食用，解饿解馋更营养，老人小孩都爱吃。一箱啊，雕9.99，拍2箱还多送30个，还包邮呢。你要是喜欢，这些你就带在路上吃吧。那还挺划算的嘛。走，姐啊，带你们去吃淄博的烧烤。